点吃了香锅。前段时间大家一直让我吃火鸡面，那我现在来点火鸡面。全蛋，哎呀，还有糖心蛋呢，我要糖心蛋了，不要温泉蛋了。1、2、3，我要糖心蛋。哎，你好，有火鸡面吗？没有。没有火鸡面，那就鲜拉面吧。老儿子。那还有什么能加到我的面里？我回去再点点炸鸡。还有啥呢？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烧水的功夫，我点了个炸鸡，看，水也开了，我现在该下面了。我刚刚点了5只，整只的哟。我在办公室这样直接开火，会不会有点不好？我之前其实更过分到，我自己专门买了个小锅，就在自己座位那个地方，然后每天煮火锅啊，煮泡面啊。哦，之前还在那个锅里煮过卤。哎，这些水刚好，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啊，吃泡面就对了。我今天晚上其实是还有直播的，所以都不吃太多了，所以点了5包面、5只鸡、5个蛋，然后还有5份泡菜。加一包吧，再加2包吧，因为我总觉得今天加了泡菜汤也会很好喝，香味出来了，香味出来了。这些水刚好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稍微干一点的泡面。哎呀，泡菜和蛋都给它加进去。我觉得不会咸，因为刚才啊，那些料我都没有倒干净。刚才他们从门口过，说好香，人家在上班哎。啊，我也在工作呀，我这也是录视频给你们看呀。来，它放进去再煮一会儿，让它面入入味儿。我觉得好了，特别特别香。我其实平常啊，超喜欢吃这种糖心蛋。我们家以前就是这样开鸡蛋的。我小时候一吃十来个鸡蛋，都是这样直接在脑袋上磕的，哦，有点疼。好了，现在就是穿针引线包鸡蛋等炸鸡的时候了。哈，真棒！其实拿刀给它切两半会更好看一些，但是自己吃无所谓。哇，头一次煮鲜拉面，没有放午餐肉我也这么馋。我平常煮鲜拉面的规格啊，就是午餐肉、泡菜，然后糖心蛋。今天是没有放午餐肉，但是前面5只炸鸡我觉得也够了。嗯，我刚刚还担心咸，一点都不咸。我本来真的不想把这个糖心蛋切开，但我觉得，哦，还是切开吧。但是没想到切开真的会更好看一些，而且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蛋，一开始切的参差不齐，就是斜的斜，扁的扁，然后碎的碎，然后到后面切的这个糖心蛋真的是完美。其实再来两片芝士就更好了。我在家煮这种辣白菜面的时候啊，都是拿牛奶煮的，拿牛奶煮，然后放芝士，特别香。啊，我煮的是芝士味的那种。但是辣白菜的嘛，还得放辣白菜煮才行。才发现我今天翘着兰花指吃面。烫，我觉得我应该先吃一会儿炸鸡了。哎呀，这个油，你漏了啥？你馋吗？我给你掰个腿吧。不能。啊。容易啊。你不吃了吧，他就走了。刚才啊，他就一直想让我给他两口面吃，我就不给。没想到最后被他骗走了个鸡腿。啊，哎呦，这个声。这个小鸡崽子呀，我平常都是吃着玩的。他们在剪哪期片子，竟然剪成这样的声音？我看，我一块撕点肉攒着，放到这个面里，给这面添点肉味儿。大家快集思广益，喜欢我看我在办公室吃啥？我要每天陪你们吃午饭，陪你们吃晚饭。今天吃面了，不然下次给你们扣个饭吧。来，波波在干嘛？波波，你要吃鸡腿吗？给你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波波是我最好的朋友了，我们家都有波波的睡衣、波波的拖鞋、波波的浴巾，随时准备才去我家住。嗯，这个皮还酥呢。哎呦，炸鸡应该配啤酒才对。刚才买点可乐回来好了，我忘了。看，这样我送我吃鸡腿了吗？嗯，这块是纯肉，我可以先给它切一下。来，你先过来。
老觉得这样有点残忍。哎呦，看哇，我觉得掰鸡肉的声音啊，其实也是很美妙的，但是老是拍不到，我真的很好的收音才可以吧。哎呦，出劲了，还是缺钙，还是得多吃东西补补。看，干净吗？嗯，这个干净。好了，我要紧着吃两口我的面。啊，但是鸡肉是一块面。其实不是说这顿是下午茶嘛，我中午的时候也吃了不少东西。我想中午吃了大酱炒鸡蛋改饭，烧茄子改饭，鱼香肉丝改饭，然后还吃了一个麻辣拌，还吃了两个元旦山丘的面包，两瓶牛奶，我说是打瓶的那种，一升一瓶的。妈呀，这是今天最后半个糖心蛋了。好了，我也要接着吃鸡了。好干净哦，这个。哎呦，这块大，看还挺油呢。哎呀，留着，我把这个也撕了算了。刚好吃到最后一只的时候，这个鸡还有一点温热。我的肉，算了吧，注定与我无缘。我现在盘里还剩四个块，还有一堆肉，鸡蛋没有了。这是我今天决定拿手啃的最后一块鸡。我跟他说那块肉是我今天用手啃的最后一块，没想到顺手把这个拿下。算了，我反正上来说话不算话。现在他们把每天晚上点夜宵的罪过都归罪于我，不止你们，包括公司的人都是。中午多点的外卖也要怪我，下午会饿也要怪我，发胖了也要怪我。其实我并没有那声叹气那么难过。这眼看着见底了，吃完了，我的下午茶就这么结束了。每次都一个声积累，好了，会说一分钟，拜拜，我们第四期见吧。哎呀，让我叹一会儿。